治胀气益力温毒诸方必温益药甘散大麻仁薄子仁干姜细辛各一两附子半两泡捣筛正旦以锦滑水举家各服方寸比一级则日三服日一服老君神明拜散树一两附子三两乌头四两桔梗二两半细辛一两捣筛正旦服一钱比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此代行所欲病气皆消若他人有得病者便温酒服之方寸比易得病以四五日以水三升煮散服一升复取汗出也赤散方牡丹五分皂荚五分置之细辛干姜附子各三分肉桂二分珍珠四分植竹四分捣筛为散出绝头强意义便以少许纳鼻中吸之取吐温酒服方寸比复眠的汗即柴沉夜行即是病亦以少许以纳粉粉身加牛马意以一比着舌下逆贯日三四度甚妙也肚胀散必山胀恶气若有黑雾玉帛及西南温风皆为益力之后方麻黄焦各五分乌头三分细辛树防风桔梗桂干姜各一分捣筛平淡酒服一盏比必毒诸恶气冒物行尤宜服之太乙流金方雄黄三两雌黄二两矾石鬼剑各一两半羚羊角二两捣为散三角降囊注一两袋心前病门户上月旦青布裹一刀归中庭稍温病患亦稍熏之即柴必天行毅力雄黄丹砂巴豆矾石附子干姜分等捣蜜丸平淡向日吞之一丸如胡麻大九日止令无病常用辟温病散方珍珠肉桂各一分贝母三分熬之鸡子白熬令黄黑三分捣筛岁旦服方寸比若岁中多病可月月朔望服之有病即愈病患服者当大笑虎头杀鬼方虎头骨五两朱砂雄黄雌黄各一两半鬼臼皂荚无疑各一两捣筛以蜡蜜和如蛋丸降囊注细壁男左女右家中悬屋四角月朔望夜半中庭烧一丸一方有菖蒲藜芦无虎头鬼臼皂荚做散代之赵全黄膏方大黄附子细辛干姜焦桂各一两巴豆八十枚去心皮捣细苦酒自知素腊月猪膏二斤煎三上三下搅去子密气注之初觉薄色变热如无子大一丸不柴又服亦可火炙以磨身体数百遍加病治贼风走油皮肤病凉可愈合之便服即愈也单行方术西南射中薄东南支取铺干末服方寸比立柴右方正月上寅日导女倾泻三角降囊注细户上帐前大吉右方马蹄木导泻二两降囊代之男左女右右方正月朔旦及七月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又各二七枚头颈中又以附子二枚小豆七枚令女子头颈中
右方，冬至日，取雄赤鸡作蜡，至立春主食尽，勿分他人。二月一日，取冬行桑根，大如指玄门户上，又人人待之。右方，埋雀于清前，断温并令不相染，着断发仍使长七寸，倒着病患卧席下。右方，以绳度所住户中壁，屈绳结之。右方，密以艾灸病患床四角，各一状不得令知之。家也。右方，取小豆，心不囊注之，至井中三日出，举家男服十枚，女服二十枚。右方，桃木中虫始末，服方寸笔。右方，抱于头烧三指搓，小豆七枚，和墨服之，女用。豆二七枚。右方，熬尺杂土九字，长江服之。右方，以寄于密之卧下，勿令知之。右方，脖子人，细心，米，干姜三分，附子一分，末，九服方寸笔，日服三，服十日。右方，用麦，服，米，干姜，又云麻子人，可做三种服之。复方外台秘药辟温方取上等朱砂一两，细盐、白蜜和丸，如麻子大，常以太岁日平淡，一家大小，勿食诸物，面向东立，各吞三七丸，永无疾疫。